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天福气来的节目。今天来你个乡亲朋友讲嘛，个咧，我讲你个台北个客家移民嘉年华会来了。哇，要嘉年华了，桥呢要买个摩桥龙，其实非常买摩桥龙，大家都分享啲点个里边，好好咧讲一下，佢系马沙嚟，佢系啲台北市政府个客家会长会个主委戚世勋分享。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系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会长会主任会长戚世勋。耶，主委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刚刚一拍死有没有？好像是不用彩排，一次就春捕娘出来。而且刚刚大家有可能，我可能你边个主委有冇动很笑容，小面动小面，所以是刚来昨天刚刚你贵张牙让旁改气氛有没有很正能量？而且好像要迎接一个嘉年华到来的安尼个感觉。有哈，因为安尼，因为太部分，因为特别乡亲未当希望，因为移民家应把杀杀来，杀杀来，从么？所以唔讲爱想哦，所有个安尼个我们工作的伙伴，所有个工作仍然是很辛苦，可是应该还是大家很兴奋，动起台安尼个应把个来临，从么？系啊，因为也系因为特别是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最大的发通，最大发通哈，年底会最大。嘿，所以咧，读安尼复习来咧吼，咧小个发通之前吼，所以考安尼个来边一件事情，嘛个事情，所以咧。考一个，哎，你客家界锣鼓演绎有没有一点点紧张？不会，应该这样搞，莫太简单。想说，我来扫个移民嘉年华，还有来考试，大家来看一下，那移民是有关系哦。来，有发图吗？有没莫噶？移民苗噶？苗哥？哦，苗哥系啊。移民苗哥，唔系开单是。不是整天要开始很辛苦的，你得打敲水 no so， 父亲该辛苦，所以千万不要把女儿叫打狗类似的都摸汉的啊。对，我觉得你客家人其实安样员工会改些，总得改，总得改客家，你用个会讨会讨客家妹，客家不娘嘿，啊你啊要多一句嘿，会改总得改到个移民苗哥，因为太忙了，对不对？可是咧，你讲移民节发展到俩下，我们说现在的2019年有冇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虽然都摸寒，可是信心还动快了哎，黑马因为这是一个嘉年华会，对不对？所以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年的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我们先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地点、时间呐、内容这样。好，因为礼拜特别是特别客家移民嘉年华了，过去好摩强容易，因为过去因全部办到因为主题公园，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但是因为今年因为主题公园整修，所以因为是办到因为中正纪念堂，嘿，时间系因为10月26号到28号，所以佮礼拜六、礼拜日到拜日，从毛所以对大家动好，因为礼拜六、礼拜日都好聊呢，从毛你不用聊的时间是坐在台面图。大家手牵手一起去嘉年华，全家全部贵不欢迎穷下来，对不对？而且近两百个移民嘉年华，然后求年莫穷了，对不对？它其实不一样。我们一般来讲，其实它的三大主轴，对不对？我们会有祭典，娘心改祭典，还有开坛，开坛崩盘，还有 NE 是彩街。台阶对不对？你看听起来就是整个是很热闹的嘉年华。我觉得来特别来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讲到嘉年华，讲到你台北移民嘉年华会觉得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我觉得它跟我要怎么讲，就是以前我们谈到它大概几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像很传统，好像很古老。Anyway， 又爱用改港口。不过我觉得整个台北市政府把 Anyway 改移民嘉年华，我觉得它跟整个都会。都会去嘅，结合，然后也跟国外的像是嘉年华会的那种感觉结合，它变成是一个大型的，好像大家来玩的。强下来参加，来认识客家，认识客家嘅八通，对不对？不过，刚下讲到有三大主轴，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跟乡亲朋友来分享。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祭典。
对，俺老太这个报告因为俺伊上特别移民干研发到两下，到特别是盘到第三十年嘞，32年嘞，高一早好早系俺伊向亲戚家来盘嘞，到两下差不多19年前是变到俺伊俺。是政府来盘，到了下32年来，我感觉，你特别是你系人民间研发系全国盘到最大嘅咧，到了下吼因素最多嘅，但是你还是会记得讲，你祖先吼，佮对佮过去嘅传统嘅为什么，你还是会做，所以在祭典的部分，你是很重视哦，你盘到该祭典，从这个让心哈到你主祭典哈，还有送心，你所有嘅该仪程。安一圈不就很照规矩来做，是很就是真的是照古礼，一步一步都不能漏掉。安一这又来参加过，伊就是讲不，哎呦，伊就是木都很麻烦哦。但是安一想法系讲都都会去，但是安一又继续保留安一客家传统的文化，那是讲做得做得到，安一是做到最好。好棒哦，安我感觉动好，而且你也做得讲，自从啊安一主笔讲诶，你都都会去，你还可以。做咧看到，你可以把穿下咯，安用家指点，然后鼓励。不过你要把贴片摸强融，我知道这次市政府就是我们的客委会这边非常的用心，动容性。你们在诵读那个注文的注文呢？贴片绕墙头，小朋友来走，你也看。嘿，因为吼，因为你下又感觉到台北市，因为会保留因为客家语言吼，冇很简单，因为大部分吼听一台的。热爱，你讲阿公阿婆全部喺做在讲下，但是佢嘅声音你下做未做热爱咧，佢就大部分唔会讲下。诶，是想讲到特别是，那是讲见女见母音会讲下，每女诶，特别是谈到下会咧，吼。我印象上讲，那是讲要叻机会本声音，吼，本后生音，佢就来讲，来读住。自问吼，因是自问哦，自问吼，来读自问，因就做得讲，本成因就机会来参加因嘅正经嘅客家饭堂。我觉得很有意思诶，因为其实你讲不论系咩移民概念吧，来讲读客家台台细细嘅字典，我问我只是有看过因啲当优秀嘅客家嘅因啲嘅客家我们说耆老啦，或是我们很优秀的文化人或什么中辈，记得咧读解到自问，然后自问，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味道。可是我真的很难想象，都难想象，黑讲黑，你客家嘅小朋友来读，那个感觉上真的有一种传承的意味。系啊，是感觉讲，那是讲成年佢都很来参加，佢看到按我过去下传统嘅部分，佢都会感觉佢都会见来见对，按嘅客家文化又认同。哎，你在课本上来读，不应该庆幸来参加那种感受摸强人，觉得下次应该要来发一下小朋友来上通告，来访问一下，问一下黑讲庆幸。参加安永界发通性侵很容易，不过所以乡亲朋友谈到吼，你准备了大家来小改，你看嘛，今年我们的鼓励一定要存在，不但要存在，而且有没有很麻烦哦，一个都不能漏掉，巨细靡遗，从嘛，不过我们带小安永，我们其实还有游行，对，而且我们这一次游行其实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很丰富的内容，譬如说你改第一天的游行，你走在看到他从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娘心，嘿，娘心，从毛还有提议，还有开档，开档风款，对，然后提上 ND 还有 ND 改创意采集，哈酒，提议音的哈酒，对，有分为造型老，造型跳 ND 是开档风款，哈酒是嘿采集，所以这算不算是这一次我们算是游行三大特色？嘿哦，过去 ND 开档，然后 ND 采集是强时间，全部强下出发。所以就一次是早先跳停，但是安尼会感觉讲，故意咱们都向去，你看加班三个人强下来参加，但是因为同组的，因六点钟是都是集合，慢慢八点是出发嘞，但是该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周末。台风，你台北是咪冇按左红啊？哦，你行到主题公园是咧，你行蛮红起来哦，所以变到讲，喂，俺这家乡亲，这家都该生气，俺会讲冇讲，今天俺好诶客家文化。
那是讲做得不，所有市民都强下参加，因为咋了？因为他家移民家研发都特别是长有这个意义啊，好贴心哦！两百是变到哈酒，早先就很传统的开单风波，哈酒是很营业采创意采接。哇，好棒哦！所以北新公你，哎，我觉得这真是整天的活动，你做的故意都该搞什么？你早先。是像主笔讲，因水都包包，冇相关，对不对？首先开台，因只个来开，哈就叫你红起来，是做对老因强下来参加因个采接，那就是从今天的嘉年华。是哎，我有感觉，一年一年的慢慢的调整，慢慢改改变哈，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所以用心没有躺到里啊，还是维持到好像迫不及待，格格要来参加两百 A B 讲都台北个移民嘉年华。其实他好运，他又动到动静才改女容，然后讲伊都两百出个。啊，三瓶做你老太家的分享，所以请你个乡亲朋友，哎，佮佮先聊一下，你唔下差，哎，讲过过会，你做一阵好好的讲，哎，还有冇个精彩个内容？今日东方伊做的绕墙道的理解，台北市政府嘅客委会嘅主委来到两片老台家来小解，马上就要登场的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我觉得被主委一介绍，我突然觉得好精彩，好想赶快去参加安永港移民嘉年华。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爱起头，因为我们。这么用心，就是特别是政府这边这么用心的走两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已经慢慢它会发展成一个我们觉得在台湾是一个比较国际性的一个嘉年华，对不对？所以以后很快的，大家来推翻立优立行的时间，有没有买机票来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这个移民嘉年华。这可以吗？我有这样的志向可以吗？有可能哦，因为你见到每个人外来上外来参加，是不是？对不对？因为你想看，像上新立起都归关于立优，不论因日本从日本两岸角度冲绳，他们可能会有拔河大赛，而我们去的话，挨掉是不是都讲这是一个很棒的祭典？所以其实系讲都推班来都推班了解，您多多了解团时间来，你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嘉年华会。这不是太值回票价了吗？对不对？不过讲到俩，其实我觉得台家俩出了很贴心，有没有分成上午、下午，怕大家睡不饱之外，其实我们这边的路线其实宣导的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告痛改。我们等于是有三个大路线，嘿，嗯，早提日你十月你是六号，嗯，提日你你是阳性哈，对，你早先就是到市政府挑签，到市政府前面的市民广场、市民广场，该广场该边快时出发，行 A 行仁爱路哈，行到复兴南路的时候是左转。对，嘿 ，N 巷到信义路的时候再右转，哦，是七七巷巷到中正纪念堂是斗类，哇，嘿，这是良心的，良心改提一条路线，从毛还又提一条路线，他还提第一天是这样哈，就迎神，提迎一号二月十七号早先跳 N 是开坛，哦，开坛风波 ，N 是早先跳到立法院的济南路前面，几点开始？正确时间应该是。六点钟台阶架是袂到，七点半开始集合，八点是开始。哦 ，OK。八点开始，意思出发从济南路，行到中山南路，是，然后再到青岛西路，是，青岛西路，然后接着左转公园路，嗯，好，再走襄阳路，再转到。哎呀，重庆南路，主委你真的很熟，然后这看得出来不是偷背的。来走这个重庆南路，他们走凯道，对，走凯道，然后就到我们的中正纪念堂。哇，好棒哦！而且爱起都还讲乡亲朋友，真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如果你只是对哎你那种传统凯道，你知道那时候现在很多小朋友是摸款狗哎，你听吗？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其实不会太早，因为铁走八点的时间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哎呀。可以跟着一起走，走的呀，走的。哎，你差不多拼狗戏哦，差不多有几百对哦。这个都有好几百对，对，除了本来就是赚呀，不一行，黑工，我是市民，我在旁边看，我觉得很有兴趣。
开心，都有意思。我觉得就像散步一样，对不对？这种游行，哇，好棒哦！对，除了俩开档。奉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彩街，下酒是很 A 彩街哈，创意彩街下酒哈。那 A 是走中正纪念堂开始出发，对，然后 A 是夯到圆环，然后走信义路，哦，走信义路骑夯，因为夯到，因为下酒是在好抖音出来嘞，到永康街改变，外国人每日 A 推后生人每日，咱们抖音会去改变吃东西啊，和改变夯夯，所以 A 是夯到永康街，然后。就直走永康街，右转永康街，然后走到爱国西路的时候再右转 ，N 是夯夯斗转来。那下酒也是在 N 入发叉，好，我们有花车，所以花车它下酒就这个创意彩街。是会从因个概念化，真紧每个阶段的概念化，大部分都会参加啊队伍，去记得有表演。哇，主要是彩街队伍，他们有自己的表演，是哦 ，N 是希望讲，你就做得展现出原乡的特色，还有因为俩白呢，好，特别是。日本哈，日本记得就因为这个日本妈妈们哈，这个来报名哈，为记得为做这个日本服装是在台湾读推翻改日本是指嘿，记得是日本人，但是记因为系来给线上来读推翻工作是条路，嘿，每日记得嫁过来诶，记得是日本人本身是日本人，他们是主动来报名，嘿，因为记得日本就一改系因为他嫁乡亲，佮带到日本。第五十六年，佢是講佢敢冇愛去倒轉咧，佢話：哎呦，哎呀，客家人民家嘅話安生錢，佢是老佢哋好朋友講。全部上位来参加，伊都会报名，即个讲话。所以了白，诶，系讲乡亲朋友有无？刚才主播有讲诶，系讲赵兴吼没有参加到那个开档奉饭下午的创意彩街，还是可以看到很棒，动长得感人，勇敢如航从冇，而且。刚才主委有讲到，两百贴片 ，Mokyo 就是一原乡一特色，一年用一特色，不要动虫了，虫毛。基本上这个是很重视这个。因为哦，因为讲不，大部分因为台，特别是唔系真紧的原乡，大部分的因为来到特别，因为客家乡亲系来到七家原乡，来到特别是铁路大道咧。好 ，N 是希望讲，那是讲外本全特别市民本 N 嘅外国朋友，佢哋啲来认识 N 嘅客家 ，N 是希望讲佢哋七家影响嘅特色做得到，特别是看得到，所以呢一排 N 站会办呢一种嘅一只影响一只特色，是希望讲大家全部看得到，全台湾所有嘅客家影响。欸、我觉得真是的，因为讲实在话，你当作讲你客家嘅文化有冇？你客家人不论系你嘅长辈，然后我们很重视，我们会想去保存，然后创新，然后可是而且对当作唔系客家族群嘅朋友来讲，最重要，我们除了要露出，让别人来认识我们。很好，从来绕墙台噶琼哈对唱噶艾米，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才能够，我们说这样子才能够扩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赶紧走的人是，哎，你都在嘛噶客家文化，你大白在讨论客家文化，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客家文化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比较内敛，对，它比较隐性。我们很多在图腾上面，或是在很多我们说。我们除了意念啦，不过大白讲到客家进行系嘛个，客家文化系嘛个，它有时候感觉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一个硬强，提起来用白来讲硬强系用。对，而且硬强道理哈，其实头白，其实硬强有正面跟负面的意思。你看，记得爱谁谁个世界，大白系讲就是不乖，妈妈讲你只是动硬强，那讲的咬牙切齿有没有？但是它也有正面的意思，所以其实透过安永改一家推杯客家个移民加研发。我觉得是慢慢的，就你刚刚用日本来通水，它等于是慢慢的露出，然后越来越多的男生。要不然美国在台协会，一定要美瑞报名嘞。哦，真的、啊？美想要来参加嘞。哇，太棒了！你看哦，台下躺着会讲的，哇，好精彩，对不对？这个是 Andy 改。我们说游行，其实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的动斗改、表染改、发头，对不对？我这边款斗改，哎，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接力赛耶，没有一个时间是停下来的，感觉上第一次赶过一定他刚刚已经很活泼，有吗？
因是希望讲吼，真根本台北市民叫叫做感觉客家唔系叫做想法，叫做传统的想法。对，真根因客家的语言、客家的音乐、讲实在，叫做做得老因个国际上吼，其他的国国家的音乐做得结合起来吼。是，所以礼拜因个26号早晨跳因个央新来到。下就开始上电板，嘿，哎，因是开始入表演嘞，对，因个表演讲实在，每咱们多，咱们很丰富哦，因有三个阶段，下九，你是6号的下九，你是6号的暗部跳，错，还有你是7号的下九，嘿。哎，你是七号暗部跳很久，但是该没表现，该系比赛。哦。哎，你客家社团，哎，你够绕班，哦，哎，你才艺班哈，都哎，你客家客会会那边呢，我们支持的一些表演的班级，伊都有比赛。嗯。好，该你是七号暗部跳，但是你是6号下九了暗部跳的该表演，还有你是7号下九的表演，该全部系动入命诶，冇错，嘿，入台戏，吼，安尼做客家台戏，这个一定不能错过，嘿，就采茶剧啊这一类的，吼，安尼客家台戏，每入安尼绕墙到外国，吼，葛莱美奖。的拍手哈，拍手来来用拉丁的曲风，让音乐来表演音乐客家山歌哦，重新诠释嘿哇！讲实在，你啊真正东南的，因为外国人佮条来看到佮条到国际上咱们有名嘞，但是佮条谈到音乐客家够绕哈，客家的山歌佮条是外国哦。哎呀，这个音乐很特别，一定要没上的，来让英雄下来参加。哇！你是希望讲，哎，来参加的，哎，好朋友、市民朋友，一定要真紧看到东门桥来客家。嗯，所以等于是做的阿勇讲，你看你表演个年纪，你但想做的欣赏到，你讲传统个音乐一定是可以的嘛。你讲客家山歌上台跳，我讲你要做的看到国际去感应，用音老。哎，你个客家山歌重新诠释融合，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不只是这样哎，你看我这边看到客家狂想主题之夜，你看有古巴、拉丁、爵士的爵士，还有哎，你俩本身动就名，哎，国内地位的叶树涵老师，他有铜管五重奏，是，他有俩百美表演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客家音乐，是首演，所以等于是把第一次献给了 NBA 推杯哈嘎移民嘎年华，记得来表演 NBA 哈嘎哈嘎的音乐。哇，好棒哦！因为其实哈嘎的音乐除了台嘎地改山歌版啊，歌绕版改传统山歌小调，其实哎呦，平板啊，对，平板，感觉主委会唱吗？哎，突然来这个，重出来，太难。好，所以其实唔带讲安永音哦，其实还有动动记得把展出了个产品，都有意思哦，很嘛个嘞，哎，你等下怎么讲？今年你那一九。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新年二十六到二十七号，伫中正纪念堂举办。两天活动有迎神绕境、义民祭祀活动、挑担奉饭、创意彩街游行、瑞阳红富穷哈啦。参加今年的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乃丢不见不散。这是最新的一个公告，错吗？嘿，你那买时装了，应该填入诶，很有意思哎，我觉得我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李阿白整个团队都好年轻，而且很有创意，创又宠溺，有吗？刚才我有发现到一个小秘密，就是在诶，你个领妈，那个领妈感觉上有神奇的魔力，是吗？诶，你是希望讲，诶，李阿白应该是都在想讲，都在。大部分系有声音，佢哋都在看到物嘅，佢哋会感觉诶，学讲下唔会眼困难嗬。诶，你是想讲诶，来时装来录这个神奇斗笠嗬，佢戴上斗笠，佢是会讲下，那系咧，佢是唔会讲下咧，是讲翻译嘅。请问偷偷问一下，啊，时装有联动球冇？佢广东腔诶，佢家下广东腔。你有冇佢正音动腔？你阿伯诶要录的时候，嗬，佢差不多前五分钟来。
哦，因是因为过去求年纪时就好讲哈，哦，就因为就强性上来教佮，但是眼上个一年过嘞，佮可能全唔记得嘞，但是因是教佮一下用慢讲，用慢讲。你感觉哦，动起来，因为诶，佮讲诶，摸按键蛋唔会吼，因为感觉好介绍嘅摸按键蛋，而且动冲，而且都系对黑妹来讲，比较是现代的用语，因为嗯，系你头白个，大白袂直接袂打嘴鼓讲诶，所以会联系，而且动就意思诶，最后开档诶，系吗？这跟我们这次的白童哦有很紧密的结合，两百人球真的是创意无限。不过大家有发现哦，你讲到一张。刚才我们说我们的亮点，有冇？大家又发现咯，系该林妈从冇，所以这一次哎、欸，我们现场也有个林妈，是不是？嘿，老太先给他介绍一下，因为因为两百人民家研发，因为希望讲因为市民朋友，台只个在蛮快时间，佮就是为又感觉哎会倒嘞，因此就办个工作坊哦，叫做采接工作坊，是不？佮就俩。白色的好拍摄的这个你妈本地的我们有这个彩色的本地的七个来自己发挥创意哦，动好高哎！人家走好哎，是因为纳豆恩耶中正纪念堂改变会做装置艺术哦，太棒了！所以比如讲，因为一般你对你妈感情是台大土地嘛，颜色就是咖啡色嘛，就因为人家说粽叶嘛吼，粽子啊改色，所以讲两百走的有安感你妈工作坊，你真的你爱怎么画？都可以，对不对？是，这就是你看，这就是哎，我觉得你们这次真的好厉害哦，真的是做串联哎，我发现是整个整合，对，不管是表染、发同、鼓励、几点的，还讲你讲台音写字独走的搞改东西，完全的整合成一个。很完整的概念发挥吼，所以大家有看到，他走在几个非发色、涂色、涂改领吗？可是不只是这样，你们也会有像是像亲子 DIY， 也就是这个部分。这个有亲子，还有因为都很冲，你就来参加，因为咱们都有好像有十，我们大概有十个摊位，走在一部分叫亲子来实际体验。好，可能去个来做弄那短期霸啦，可能去其他还可以去个短期霸，来到哇，很充实的看到我们有一些体验区，那可以吃吗？走在挺重走在身啊，对，哎，你大家来短期霸，短好在哎好，谢谢哦，我们两个可以立刻吃，哎，好棒哦，因为等下我们说真心的，除非你真是带到，哎，你俩下个客家综艺都始终还有，不过你俩系讲因为做事的关系，无法同你都推杯带，你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吃，嘛个一里讲七八，用个东西，传统诶，好传统个米食，从毛哎呦，哇，真的太棒了，你讲我们带起来，哎呦，其实哎你讲到林妈从毛，我觉得根本有看到现场，真的太有意思了，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杯子。那杯子上面也有一个假斗笠，是不是？这个是杯盖，吼。A 是想讲，哎，林妈系两百 N 的主题 ，A 是希望讲林妈来参加，说是翻成国语叫立马来参加，是，就是很大家啥啥来参加，夹夹来，系夹夹来，立马来，林妈来，太棒了。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杯盖，这算是创意周边商品，对不对？而且而且我讲林妈很有意思，林水也先走一天呢。不过系讲你想你出去聊，还可以当一个小装饰品。哎，现在大家年轻网美拍照是很喜欢这样的装饰，哎，很棒。不过还有哦 ，Han Yu， 这个杯是杯子。那台积卡宝因为 NH 就有一个就是政策哈，希望讲哎大部分的来 NH 发通哈，尽量不要用一次性的纸杯啊，吼。所以 NH 两百是送台积卡来参观用金好杯，他们当然这是要来到这里哈，有打卡的哈，有这个 FB 按赞的哈，你来参观，那这个杯子就是环保杯哈，动简单，但是打开来哈是不是看到这个我来这边，你说这个对不对？里面哈地板加。打开来是走在这个中部，走在表柔哈，可以有些时候这个保养品啊放在这个里面盖着啊，维他命啊哈，可以放在这里面，然后拉起来就是一个杯。对，大家可能摸很清楚哈，我来示范一下哈，来，你看到底还有一只狗，什么？你看它可以打开，对不对？所以它的意思是里面可以放，比如 give me 有什么维他命，然后药也可以，你这样放进去，你可以盖起来，然后就可以。
盖在当成一个杯盖，盖在刚刚那个杯子上面，按照在短的 noble， 你看 U 凤片，太棒了！来来，还有这个，这个是好复古哦，指甲刀，好复古的造型，好可爱哦。英雄哥，动的音箱，很传统，有一点传统的感觉，但是你听错的用的多哎。对，英雄希望讲，哎，台子高看到了，是会想到英爷特别人民家研发。哎，其实哎，你大白讲上一讲钥匙圈是没有错，是很实用。可是有时候你一年也不会换这么多次钥匙圈，对不对？你看这个是结合钥匙圈，结合指甲剪，指甲剪，指甲叫指甲剪，哎，你总会用到，对不对？你每个月都会长长，有没有？你随时都可以用，我觉得太棒了。几个礼拜以后就会看到那个什么款都一年发通，太棒了！那个胸肌没有抬杠，什么启动？哇，这么好的周边商品，所以我们今天有送。要挑拣哦，唔係我先老兄前面先嚟講下，咪嘅挑拣。誒，呢度你嘅啊，福氣呢啲嘅臉書留言嚟講一下。誒，我覺得題目都很簡單，不過我要講兩個題。那大家嚟講一下，係讀來篇中正紀念堂，然後留下日期，時年二十六到二十八號。安永時要寄付嚟參加兩百呢個周邊商品的抽獎，哈。送几份呢？刚才偷偷的问过了，我们两百送五份，可到底是不一那嘿指甲剪那嘿工，哇，很可爱的杯那个杯盖，对不对？哎，林妈，对，林妈不告诉你，先留言再说，看你有什么机会去多玛改等一下改周边产品，所以这是我们现场的周边产品。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提撇到台高来讲一下。我觉得我们从刚才主委冲头斗米来小改改狗仓水地，它很动凤府动豆烟，可是你看我们的海报也是，有没有就是很多元？这次的主视觉设计也是有特别不一样。因为狗戏吼，因为咱们都会设计嘿嘿，比较就是一种应该算是比较文青类哈，但是也比较有一点点现代类，但是两百因为是希望讲。因是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上到客家人民家研发会上到嘛的，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在因所有的发动地位可能到的元素，像阳星哈，阳星的那轿子。神珠哈，神珠狗爷，因这是传统的考验刀，这艺名的黑旗哈，还有因为走爱山哈，蓝山林妈，林妈，还有这个美浓的油纸伞哈，还有主角因为 resource 的中正纪念堂，还有我们把这所有元素合起来。不应看得到，哦，是比较看到是滴哦，你系特别人民家研发。而且你还你讲文化嘅创新吼，其实你讲老一辈嘅人在做，其实目的是写你嘅后生人来。所以其实这一次除了安永嘅主视觉设计，也结合动到我们说新媒，就是全媒体整个大家一起推广。那特别看电视上的，一点还唔系哦，比如讲 Line 啊，做得什么？好，你讲 IG 什么 YouTube 对不对？用亲朋友可能会讲，哎呦。你还嘛个哎，你还好，其实是变成讲管道、动道，你除了透过电视然后广播然后，其实你透过你啊，还有上运动好搞个脸书啦、Instagram、IG 啦，来差不多做得有安用个讯息，要自信，懂吗？太棒了，我觉得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动好搞，因为他一台架蠢蠢欲动了嘛，想要赶快来参加，所以新年二十六、二十八，哎，台架就是时间留下来哈，追妹追妹。该上十秒，所以我们做最后推荐，有没有什么要最后提醒你给乡亲朋友的？我希望所有的乡亲朋友，贵府下人强下来参加。二十六号，因就阳新哈，阳新是早市政府前广场哈。二十七号，因还发通好多哈，早新挑就因也开档是到立法院，下就是到从中正纪念堂出发去永康街啊，这个创意彩街。对，那天还有大的花车哦，是国庆花车，我们去改装的，很大台。哎，美希望讲，贵府下人全部哈下就红起来嘞哦，真是爆嘞，强下来参加。耶，太棒了！因为两百个发同事上啊，主委讲的全部下人强下来，因为老人家坐在那看，后生人坐在那搞，同埋还有动作个表演。哇，今天只是动感车，主委贴片来到两片，然后你所有个乡亲朋友来讲，哎，按赞了解发同感谢，好冇？顺的是乡亲朋友，夹夹。二十六到二十八，大家来哦！理解特别客家移民嘉年华，感谢诸位，谢谢，天天下来咧，做嘛该你做运动了哦。